扯扯的，有没有点素质？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你看看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你推我干啥？是人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小宝宝是你的吗？不是我不干，他那什么？他要买呀！能把这个小狗狗转让给我吗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干啥呀你到底？大姐，你就管谁叫大姐呢？啊，大侄女儿。没人啊！你就说个价吧，我一定要得到这条小狗狗。多少钱？我可他手不2500吗？别说了。25000可以吗？啥？25000？不是，这个买了它。你给我25000。没事。干啥呀，兄弟？我要得，咱低调。不是，我要得到那条小狗狗。哎，兄弟，25000啊？嗯，你要买那条狗？对呀。兄弟，买狗你跟他说什么？那狗是我的。怎么可能呢？不是在他怀里抱着，应该是他的呀。你不知道，我刚才卖给他的。刚才谁说的不是他卖给我的？我不逗你玩呢吗，妹妹？没事，先这狗啊，我不卖了，2500我还给你，行不行？你把狗还给我吧。太好了，你想的太好了。你2500卖人家，还人2500，人家能干吗？会做事，明白。3000，行吗？3000。行啊。不行。你啥狗啊？3000块钱，我跟你说。不是，妹子，就这么大一会儿功夫，你就挣500块钱，你还想咋的呀？这。那3000。哎，兄弟，嗯。就这狗能值2500，25000能值吗？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到别人手里当然不值25000，但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我是动物学家呀。天下的狗已经被我研究遍了，唯独这样的博美，万白丛中一条红的，我还没有研究过。这条狗低调奢华，高雅而不孤傲，真是狗中的极品呐！正所谓，我不买此狗，谁入地谁能把它买走啊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得到的这条狗正好弥补了我科研项目上的一个空白，到时候我的论文一发表，那个、是，我明白了，明白啊，科研项目，嗯。那个兄弟，你看看，能是这个狗吗？对呀、啊，万白丛中一条红嘛。要远这条小红毛就还我呀！啊，我就是顺着这条小红毛来到这里的。啊，再说我跟你说这些有用吗？我直接跟他手买狗不就完？哎，兄弟，你看，聊得好好的，你老找他买什么狗？这条我的这狗，这是。嗯，你怎么没抱着呢？八妹子，你点点啊，正好3000，这狗现在是我的了。不是我吧，就是现在就钱都给你了，舍不得他。你看你干啥呢？我吧就是钱都给你了啊，特别喜欢。能不能去拿走吧？谢谢啊，兄弟，看是这狗不？对，咱哥俩今天有缘，咱也别说什么25000，就20000，那5000块钱。咱哥们儿就能给你科研项目捐款了，好不好？真是好心人呐，你一定会得好报的。居然为我们科研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那个话别多说了，你就现在点20000块钱，狗就可以。先等我一会儿啊，因为有好事我也要跟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汇报一下。好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好，打电话。他手机没电了。不是。他手机有没有电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？
你那净挣500块钱，哎，赶紧回家乐去得了。所长吗？搞个什么玩意儿？所长吗？对对对，是我。我看见我们要研究的那条小红毛狗了。对呀，啊，什么？你也有惊喜呀，啊？你也买着这样的狗了？都买回去了。啊，那拉倒吧。真的不好意思，兄弟，因为我们所长已经比我先买了一步，所以说这条狗你自己留着吧。啊，媳妇儿，我们走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你太有才了，我爱死你了。你还是让我死吧。你俩是两口子，才看出来呀。不是就你会骗人是不是？栽了吧！这回让你知道什么叫魔高一尺，我比你高一寸。走了，行，还是这么有才华。大哥呀，占小便宜吃大亏呀！这500块钱呢，我不挣了，我还是给安吉拉吧。